大家好，我是安娜。今天的视频我们来学习一下酸的味道。首先是我们的知识点时间。今天我们来学一首儿歌《小白兔乖乖》。先听一遍，然后我们一起跟着唱，好吗？这首歌你学会了吗？知识点时间就先到这里了，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吧。记得视频下方有免费的 PDF 链接哦，欢迎下载学习。接下来请跟我读。酸的味道，酸的味道。柠檬是酸的，柠檬是酸的。醋是酸的，醋是酸的。山楂是酸的，山楂是酸的。酸奶是酸的，酸奶是酸的。苹果是酸的，苹果是酸的。番茄是酸的，番茄是酸的。橘子是酸的，橘子是酸的。菠萝是酸的，菠萝是酸的。酸菜是酸的，酸菜是酸的。